来 Kitty。请坐。感谢毕司长的介绍哈。实际上啊，我是捌做过系主任，捌做过算讲大学啦吼，大学研究所也要做院长啦，院长吼。我今日真欢喜，大家好早。我安怎欢喜呢？因为我伫研究所咧上课的时啊，希望我的学生拢爱带笔电来，就是迄个手提电脑啦。我发现着讲，咱现在的动心，我有带笔电来，所以一期一期拢咧进步，愈来会动心，愈少年。大家家己鼓掌一下，好无？因为大家若要捌我吼，我足简单，有带笔电来，你拍张文燕。张文燕，但是张文燕我是蔡奇阿名，但是加两字张文燕教授，就是我，我的照片会伫遐，雅虎也是 Google， 所以讲有当时我要上课，我拢会要求我的研究生，若大学部。无安尼要求，因为大部太大嘞吼。有当时啊，一班开来，四五十个、六七十个、七八十个，有当时啊，就较困难啦吼。若研究生咧上课，我希望伊拢带笔电来。这才会安怎？讲到一个问题，大家去找这个资料起来，甲。我所讲的，看有印证无？所以做学术的研究，拢是爱有根据。所以咱秘书长，伊的研究，那是找足济资料的，足济的论述，伊所专。新的研究的是国际战争法因为应用国际战争法甲世界的做法律，国际法的法律，旧金山和平条约，唔只加去告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甲告咧倒去啊，美国政府倒去。无甲你处理煞袂煞哩，是毋是安尼？咱大家足清楚，所以讲今仔日会大家来坐伫遮。咱因为咱今日的主题，我是要来甲大家探讨的是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啦。即个啦，题目啦。因为足济现在流亡政府的官员啊，有诶要搞不清楚，尤其是现在伫咱大学诶教授啊，经超多个话月，讲伊诶研究费啊。发生烂账啦，讲那讲这个做贪污啦，乱迄、那个，只要迄伊个像伊个迄个做啊，单据甲伊个用途无合嘛，
啊，这哪会使讲啥？讲到迄、那个，咱要讲来讲啊，特啊特啊特资会啊，加做啊，咱一般所讲的这个费用，常常我常常讲啊，严钦彪伊是安怎，互人立法委员？欢迎讲伊贪污嘛，唔在喝花酒嘛，迄是虾米原因发生的？这拢是伊家己无了解会计制度嘛。好、哦、啊，有个人讲啊，啊以前那个人会使哩，啊伊那袂使哩，因为足懊恼的啊，是虾米原因？啊，这就是讲。每一个官员都要了解，这是很重要的会计制度和内部控制。啊，你自己如果没了解，咱开一个陷阱让你下落，啊，你就去流去了。啊，变了，实际上，那以前，啊，蒋经国哪好啦，啊蒋介石哪好啦 ？CIA 开销敢无问题？一定有问题嘛？唔只系啊，咱李登辉总统诶，佮即卖要咧查呢。所以讲，真济即个叫做会计制度啦，若无建立啊，会计人员。那么把关，当然这就出问题了嘛。审计人员啊，无把关，拢是出大事。假设那我做法官的时啊，我要先判什么人有罪，一定。会计人员，伊要提来开销、提来报销时，你甲报销，先判会计人员，啊，则判主管。审计部的人员，那遐会计人员甲审计部的人员，啊，拢无代志呢？大家去思考就安尼。到尾拢无代志呢，干阿啥？干阿主管掠念头尔呢？啊，这主管是啥物？有代志？啊，这就是讲，啊，徐水德讲，欢迎阮区的啦，啊，你无你是要安怎？有影有啊无啊？啊，徐水德是安尼讲啊。啊，所以有代志拢是安怎？国民党认为讲，这个要甲你修理的代人，才甲你判有代志啦。啊，那无要甲你修理的人啊，讲要修法啦，在国立大学的这些教授啊，啊，也研究会啊有问题，等于也算是贪污。你所报的钱单据不符合，现在说要修法啦。啊，这些人拢是啥？讲者较歹听，拢是流氓政府的啊。因为我足清楚啦，那大学要入去教书啊，那么国民党的相关的人。介绍礼拜，拢方便到礼拜啊，阿免考什么考试啊？哦，你讲哦，这个是什么人诶啊？囝啦，这是什么人啊？甲什么人有关系啦？啊，伫外国摕到一个博士，转来就入去大学去，啊，足简单呐、啊！啊，那咱一般人民呐、啊，
无虾米关系，要入去大学去，有简单无？哈、啊，足困难呢。我做系主任的时，我都爱用虾米款的人？有一个写批来，伊讲伊是国立大学的啊毕业的，伊个有实务经验的人。我讲我要用这个，啊，迄阵啊，拄啊学校的政策改变，要用的老师啊，由系主任来推荐。啊，我认为讲这个上好，我要用这个。这个老师伊教出来对咱的学生有实务的经验。不是讲大学教出来，讲我都什么拢未晓，我搁去练两三年啊，才我都好去啊，才来去操作。我讲我培养出来学生，我要很爱要爱用，所以伫外国留学回来，你若搁去企业，搁去这两三年啊，这个老师我要用啊，那伫学校啊。外国大学摕到博士回来，迄款的老师我无爱用啊。但是以前讲啊，有诶面顶压落来讲啊，即、這个甲教啥物课好啦。啊，我迄阵啊，也是无法度啊。实际上也是安尼啊。所以我甲大家讲吼，即、若是讲啊，加减吼，拢甲这有关系啦。有当时啊，讲甲较偏这方面去。啊，无要紧。咱即马阁倒转来吼，咱即马来要甲大家讲个，今仔日啦，要甲大家讲啊，咱用先讲无遵守哈啊，即、這个会计制度案例啦，予大家了解啊，即、這个案例啊，足啊我足深色个吼啊，咱当然有即几个项目啦吼。但啊，咱再看这案例。这个案例是啥物？633啦，大家足清楚嘛吼。迄个，伊讲没有达到633的时候要怎么样啊？啊，那薪水要什么？减半啊！一个领导人讲出的话无算话，啊，讲什么儒家思想啦？啊，有影？嘿，那我足歹势咧，讲出来话拢无算话啊，所以讲会发生这个案件就是安尼，啊，这就是贴拄好啦，讲633啦，吼，这是。总领事呢，有伫外国待10年以上的有啊无？那有举手一下，安尼可能哈、可能大家唔知道我介绍一下吼。以前要派去外国做总领事啊，拢一定甲总统。啊！入去总统府，甲总统翕一个相，叫出去啊！所以讲，迄是总统啊特派，吼、哦、驻哪一个地方的啊总领事？总领事有啥？有伊的官邸，有伊的辞书，伊的编制内底我。派有这个多迄、那个主菜的啦，啊，这主菜要创啥用？你知影无？啊，到总领事伫迄个官邸啊，请朝界人客啦，吼、哦、啊，请外国的人客啦，拢叫伊来官邸安尼，迄、那个叫做联谊啦，吼、哦、啊，出啊，还主菜。
有的带厨师去啊，这个哦煮，那讲台湾的菜啊，请大家安尼。所以讲安尼有大无大，还是足大嘞，代表国家出去。啊，你讲我闹开，这啊，请一个费用啦，请一个费用啊，讲伊个签个契约是1240块。啊！伊到尾啊吼，讲薪水予人400块，安尼是毋是我属于贪污？欸，这是官方文书呢，为菲律宾甲叫来啊，签个文件是1240块，啊，薪水付人400。啊，即马去予啊 ，FBI 抓去了后啊，伊讲安怎讲？讲要啊，要讲啥？伊讲啊，认罪协商啦。啥物叫做认罪协商？伊讲啊啊，阮唔对，啊阮啊，拢侪拢伫卖开庭啦，卖开公证会啦，不要开公证会。伊安怎？伊安尼叫开公证会，大家思考看卖。开公证会来，搁较闹开，安那闹开？啊，你都毋是一个国家，啊，你若是一个国家的外交人员的总领事啊，一出去就手铐去，要铐去，安尼大家都想到足清楚啊。你看。你看这多闹开，手铐、脚铐，啊，佮犯人衫，安尼有闹开无？啊，是啊，足闹开。哦，啊，这就是甲大家讲，伫美国内底，中华民国啊，是一个。啊，受美国啊来啊叫伊来，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叫伊来啊代表联军来接收的，啊接来了后伊就唔走啊，啊这都是事实啦，吼、哦、这啊无你若讲有外交豁免权，这根本就无可能用这个方式。好、哦，这予大家知影就好啦吼。啊，这主要是安怎？主要是无遵守会计制度。伊那这个叫做啊，总领事用足大哩啊，伊无必要伊家己提钱予这个费用嘛。欸，叫伊去出纳去领就好啊嘛。照会计制度的顺序来，安尼来发生这款代志。哦，这个案例。到这了，咱搁看一个案例。这是我是啊，咱台湾的一个叫做啊大的企业啦，吼啊，我也还不错了吼。伊内底的秘书啊，甲这个交际会、甲公关会啦，啊，交由这个叫做啊。你秘书去处理，这那是一个制度上啊。假讲啊，伊交际会，当然公关会有爱买啥，有爱创啥，这那有一定程序的采购程序来做。啊，无经啊，无啊，按照规定的采购程序啦。拢予伊一个人咧处理啊，就有问题啦。有个人讲，欸，管账的啊不管钱，管钱的不管账，啊不能说啊都有一个人在处理，啊尤其是现金的问题，所以这拢有问题。好，啊这也予大家知影一下就好啦。啊，台塑
台塑那是犯了人事的错误。就在以前我所感觉的就是说一个机关啊，翁仔某那做伙啊，都拢爱调离啦，啊无就不同的单位吼，啊在啊不同的处理，啊拢两个拢伫啊类似同样的单位啊有这个问题发生，啊这那是属于内部控制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吼、哦。啊，过来看这个案例，这个是啥？啊，教育部啊，诶，雇员，教育部是什么单位？是啊，咱讲是公家机关嘛。公家机关一定要什么？国家考试通过了啊，下面叫做雇员。大家唔知怎样叫做雇员么？雇员就是还没有经过正式国家考试的，拢有关系的人介绍你来啦。迄足济咧，咱啊讲什么啊？这要收编啊，有啦，有影咧收编啦，是啥军队啊，拢咧裁撤啦，军队拢咧收编啊啦，拢咧裁撤啦。啊，那是文职机关啦，拢啊，什么人做官了后，伊的亲戚朋友五十拢卡摊入去做啥雇员啦？啊，雇员啊，够好。关啥？关钱啦！哦，啊，无内部控制啦。因即卖才讲啊，教育部已建立相关的制度来避免啊，那么类似的发生啦。你看，伊侵占2600万。啊，2600万，啊，那是22K，看你爱做偌久。所以吼、哦，钱乌白了。啊，像这款的吼、哦，若要讲吼、哦，内部控制做得足差嘞。啊，这是啥？红十字会呢？这那不是我讲的呢？这拢是啥？这拢是内部控制甲啊会计制度的关系啦。这善款呢？在迄个时阵啊，尤其是日本的。这个叫做啊，津波米，这个啊，要被执行呢，让观察者啊没有执行，占65%，吼、哦、啊，这就是人的善款，人要有这个爱心要捐出去，啊，你唔得紧去甲创个好事，唔是甲漏掉嘞啦，啊，这得了解。内部拢有问题了吼，啊，过咱要来讲这个，这咱，即摆要来讲这啦，这主计长是啥物？等于是会计长啦，吼、哦，会计长在咧违法啊，所以讲会卡手的。啊，都明定咧违法，下骹手的快递单位的主管，拢也是同款。伊这样啊，你知影？即讲吼，啊，咱来看这个问题哈。伊这是啥？自入性的行销，
开违法的后门啊，立法委员要来啊弹劾主计长啊，所以说公务人员吼，公务人员，咱实在咱交税啊，给公务人员啊，公务人员爱依法办事啊，哦，啊，伊唔是啊，依照他的方便要怎么处理，由他来决定，哦，这是最上的代志，可大家知影。安尼后来咱差不多看到这吼，咱。啊，即马即个我看咱卖阁讲了，咱即马来较严肃的啊，要来了解虾米叫做会计制度。好、哦，虾米叫做会计制度？会计制度啦，是用一般公里面会计原则啊，甲相关的法令啊的。要求的制度下制定的一个团体或是机关内部啊会计循环的作业，好、哦、啊，有会计政策甲啊选择的方法甲无定性啊不定啊不确定性的估计来做处理。哦、啊，咱即卖是要甲大家讲。什么叫做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咱要来介绍啊，这个吼，咱来会计制度，该依照这个会计法，咱有会计法，会计法啦，啊，会计制度咧设立的时啦，爱有遮个项目，好啊，遮个项目我大家知影就好了吼，啊，那。爱我的 PowerPoint 吼，啊有带随身碟来吼，啊拢会使扩登去吼，确定啊只去啊咱工作同仁的所在个扩。咱过来介绍政府会计的制度。政府会计的制度啦，是政府来补助政府啊。预算吼，预算的管理工具，啊，来推行政务，来控制资源，啊，来依照法令规章所定的设计一套会计记录，啊，个报告的处理准则，这叫做啊会啊政府会计制度。啊，通常啊，预算制度爱达到控制啊机关。各项的税入甲税出为目的，啊来符合这个法令规章，啊来提供这个决策的参考，哦，决策的参考。啊，咱啊来翻权力啊，咱人啊那个啊台湾人民权力啊那个法案。咱提出来，加翻49，啊，应该29条来看，来，咱加啊翻一下。安怎29条安怎写？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咱啊，民政府啊，甲流氓政府无同款。流氓政府拢一挂。文字馆，迄、那个文字馆啊，迄、那个就是蠓仔馆啦，足侪蠓仔馆对啊唔对啊？所以咱
啊，《权利公民法案》内底有一条规定，要编预算啊，一定依照本益比来排列，那小于一的不能执行啦。所以，甲这个讲到预算这个问题啊，按我予大家知啊，吼。啊，这个这个、情形，所以咱首先，咱这个权利啊法案啊，唔是咱家己写写的就好啊呢。咱上两摆，第三摆，美国才同意，讲好安尼会使哩。所以有个人。不清楚，各位乱讲这啊，台湾人民权利啊，那么法案啊是安尼凊彩安尼几个啊叫来安尼写写就好啊。这送去美国啊，佮改革的送脱转来，伊佮甲咱讲讲，佮寄去，啊佮讲讲嘞，佮送脱转来。伊讲安尼，啊佮送去讲安尼会使哩啊。啊，那安尼会使哩？参议院开会，由参议院全体啊出席的参议员通过。当时我要通过，咱唔爱讲啊，大家啊家长啊，我讲大家若有问题，吼、哦、提出来讨论，无问题。用起立啦，用起立表示做决议通过啦，啊，大家拢站站起来啦。啊，有诶，有诶，咱有诶讲，今日看，这是很慎重诶代志，所以讲，这个要做大家来受训，第一届受训拢会送一本对啥，咱以后拢是。根据啊，基本来执行。好、哦，啊，这好，大家我了解哈、哦。啊，咱过来哦。今麦来介绍，那商学院的学生一定爱读的会计学，有的是读的啊中快，有一个。读到高快，吼、哦，城快、管快啊，审计学啊，当然有的人干那读较中快，有的读较粗快，安尼尔，啊，无要紧，要做会计啊，拢爱了解这个一般公认原则，这就是讲。有会计专业的人员，他的啊会根据这些的原则啊来判断，哦，你要安怎来做判定？说他的要记在哪一个项目？哦，这个就是哦用这来判断。啊，咱第一项啊，就是企业个体的假设啦，企业啊，个体的假设，这较简单啦、啊。这我简单讲讲，公司的钱啊，甲私人的钱一定爱分开啦。伫啊欧美各国较先进的国家的会计制度内底，这划分足清楚啦。干那台湾，因为李王政府来，可能伊家己要摸鱼，啊，我无咧执行，啊，无咧。以前拢是啥？以前拢是长官最大，哦，税监以前从税监处啦，国税局的人最大。
即马慢慢啊啦，进入电脑啊记账处理的时候啦，都不一定啦。吼、哦，慢慢啊，有较透明化以后，他就比较不会啊去搞鬼，要不然以前一查账下来。国税单位人员一查账下来，可以买一两栋房屋了。啊，这是事实的，在早期啊。哦，啊，这就是因为主要是没有透明化嘛。啊，慢慢慢慢有透明化以后，这些都会改善的。哦，啊，咱公家的钱。跟自己的钱要不要分开？哎，一定要，哦。所以这有的往往私人企业到现在还他还不能接受。伊安怎讲？讲哎，啊，我成立的公司啊，啊，其当然是公司负责人是我啊，啊，这个也是我的钱啊，也没有其他的股东啊。啊，会计人员说，老板一说，哎，我啊，等一下出去，我要用钱，拿几万块给我。啊，会计人员说，哎，老板你要拿钱要打条子啊。你说这个都是我的钱，我跟你拿，我们两个，我啊，这是我的钱，你还叫我打条子？也有当时啊，讲起码就没送，讲啊，你这个会计我不要用了。好像我请一个人来管，啊，管我的使用钱要怎么用，啊，这个就不对哦，哦，那个凡是在公司账上跟公司银行账簿的钱，一定是用在啊公司的事务，啊，那个会计叫他打条子。也是有理由啊，因为现出啊现金进出都是这个钱跑去哪一个人的地方，啊，打条子你去拿发票，拿发票来抵消也可以啊，哦啊，但是这个发票不可以像严清标一样去酒家拿的发票来报销了。因为他是市议啊，县议，因为是台中县的议长嘛，台中县的这个是公款，公款拿去喝花酒不可以，所以是用拿到这个酒家的花票去报。啊，也给他报了，会计单位也报了，主计单位也报了，后来人家检举以后说严清标要进监牢，这样大家有清楚吗？啊，严清标很衰的呢，啊，不怪他现在他要跟国民党挂钩啊，所以说啊好啊，我来国民党说啊，你们怕来参加国民党啊，啊，我搁回去来算啦。啊，这就是啥？咧剥相鱼嘛。啊，那照讲啊，伊以前是无党诶嘛。啊，无党诶，伊就要甲你变这个出头啊，互你来乖乖听国民党。好、哦、啊，这就我足清楚啦吼、哦。这啊，咱这因为政府诶钱。你提私人啊去用的喝花酒，你啊用的其他的餐厅去食饭啊，应该无代志，啊无代志，吼、哦、啊这啊那无人检举也无代志，哎检举的是啥？啊就是讲啊你都无听话啊，无听国民党的话啊，内底遐公务人员拢国民党饲的啊，啊知影找胖找空就要甲你恶啊。啊，企业啊，同款，
国家也同款，拢是啊继续经营吼，继续经营。真济诶观念，有诶人会甲我问讲，因为我伫国外，我住十多年啊吼，啊有诶朋友拢为台湾去，啊有咧问讲，啊我若来遮，我要做虾米较好？有诶讲，啊台湾啊要去互中国统去啊，啊大家都紧选啊，伊讲啊我若要移民来遮，当是要做虾米好？我甲讲，你伫台湾做虾米？你若伫台湾做这个，会得生存；啊，你来外国做这个，那会得生存。你有这个经验啊嘛？吼、哦，台湾那会得生存的企业去外国经营啊，我会得生存。吼、哦，这就是。爱讲家己个专业伫带啦，吼、哦！啊，伊这一定讲啊，这个因为你迄阵啊，你哪会要选这个行业要做？你一定讲，我做这个行业一定最赚钱个嘛，还是我上有把握个嘛？唔则开这个公司去做，哦，这拢是上头个出发点，拢是安尼嘛，拢是要继续经营嘛，吼、哦！啊，来过来，咱。所以讲，咱即卖要甲大家讲讲，这个是货币单位，啊，现在是新台币嘛。以后咧，以后咱就要用正台票啦，吼、哦，啊，这个新啊，个正台票，后摆咱用正台票，啊，所以正台票、新台票，车都拢未用哩啊。阿爸用正台票啊，啊当然美金也会用你啦，吼、哦，啊所以咱以后的流通吼、哦，啊大家爱清楚阿爸要用正台票，啊这予大家知影都好啦吼、哦，啊过来，这里、個、这一月初一的100块，甲12月31日的100块，伊的价值。咱也伫小铺是拢同款，那依照经济学咧讲啊，拢会安怎？物价、物价拢会波涨嘛，吼，拢会啊上涨，物价会波动，有当时啊波动，有当时啊，啊那通常的惯例啊，一般的经济学的惯例啊，拢头到货币的叫做贬值率啊，啊。差不多诶，2%到5%中间啦。比如讲，即100块，一月初一咧100块，甲12月31日咧100块，票面上诶价值，票面上诶价值，拢100块。实际上诶价值，即个可能变90。啊，人讲98块啊，99块几，吼、哦，无甲100块啊，伊个经济上会浪费贬值吼，贬值啦吼、哦。啊是安怎这个情？唔照利迄、那个利息个存在，大家爱了解这个利息吼、哦，这个利息个观念，这个利息个观念就是讲。啊！我100块我歹用，我甲存一年，啊，甲第二年啦，即马变100.03块，啊，就记即年有3块的利息。安尼大家唔知会去寄银行啊，歹用啊，就是我经济上的诶，一月初100块，甲12月31日的100块，啊，就无啥共款。啊，但是咱小铺上啊，拢爱共款啦。吼、哦，这个币值啊，啊是这个价值是无变的加息。吼、
啊，咱今晚要讲一月七到十二月，啊，美国的制度，甲咱啊联邦政府的制度拢同款。咱现在足济的制度啊，拢是啊抄，真咧抄美国这方面啦。哦啊，这就是予大家我做参考哈。但是日本啊，无同款。日本的会计制度啦，伊是四月初一，甲第二年的三月三十一日。啊，那四月初一，大家知影无？甲咱相当关系是1945年的四月初一。啊，日本啊。啊！日本天皇下诏书，予台湾的人民有参政权跟参战权，所以台湾是伫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咱今仔日才有可能伫遮咧上课啦。若无即天啊，我看。很困难的啦。啊，这天的观念大家了解无？这天就是永久不可分割，依照战争法，依照战争法，什么的国家用要来占这个所在是无可能啊啦。绝对不可能。中国啊，足清楚，中国啊，足清楚，因为中国到即马也无咧拍台湾呢，伊有咧拍金门啊，金门是因的土地，因会去拍台湾，甲因一点啊无关系。啊，有诶讲，怎么李登辉在选总统的时候有？花那是空炮弹啊，那给你放炮的啊，那不准算啊。实际上他没打台湾过。啊，金门是他们的土地啊，啊，台湾是啊，跟他们没关系，一点的关系都没啊。哦，这我要让大家知道。啊，那咱刘邦政府说，四月初一是什么日啦？伊吼设计要甲这个代志，予大家讲啊，这拢骗的啦！哦，迄天是死的啊，是甲恁骗的啦！安尼大家清楚啊无？唔只讲四月初一是啥物？我就敢讲四月初一拢不算啊！所以讲天王迄是无算啦！安尼大家清楚无？所以骗很大哦，哦，大家都清楚啊。咱四月初一足重要，因讲四月初一是愚人节啊。后来重要性甲关节性吼，这个我用较简单的讲法讲。那一个工厂，这个工厂的营业收入，一年做1-2亿。啊，一个工厂的收入啊，一年做啊差不多啊2-3百万尔，一个做2-3亿，一个做啊2-3百万。啊，即马买一项物件，假设这两个公司啊。拢去买这项物件，这项物件来讲，这个讲是一个用具好啦，吼、哦，用具啦。这个用具买来，啊，去安讲啊，2万块。伫这个2-3亿的收入的，这个是啊2-3百万的收入。当然，这个2万块
伫这边，这两万块对有啥物大影响无？这几个亿啊，两三亿个啊，啊，这个是叫做啊两三百万的，当然这两万块，伊这个用具都爱列到啥？资产啊，对有影响，袂使做费用甲开销去。啊，这几个亿，啊，都买这个工具，啊，工具都为啊用费用甲开销去。这就是讲重要性啦，伊的判断。所以，我甲学生讲，某一个相同一个公司。叫 A 会计师来查账，甲叫 B 会计师来查账，因两个查起来的少，因家己阁会调整过，会同款啊？袂同款？是安怎袂同款？因为这个公认会计原则啦，吼，伊的思想，伊的判断，认为。这个属费用，这个属资产，属资产啊，资产属于资产啊，都无同款啦。每年拢爱拿爱去谈这个结股，啊，这个费用啊，都今年都开出去啊，所以这都无同款。啊，有诶讲讲报告啊，老师。考试题目为什么答案都一样？啊，因为考试的时候的假设的条件都已经跟你设定好了，啊，你都按照这个假设的条件来作答就好了。第一，那个国家考试高考，那是安尼啊，答案拢一定同款啊，吼。啊，这就是要甲大家了解，就是有这个情形。这足重要，第七点足重要哈。啊，咱要办代志，还是要做啥物情形，拢爱根据这点来处理。咱头拄啊有介绍过啊，吼，成本甲效益，吼，成本效益，吼。啊，这就是一定要想，我们哈、哦、成本啊效益啊是指啊一项财务决策啊要以效益大于成本为原则，哦，啊这就是啥？这咱要讲就是讲，你认为那无利益的，都无必要去执行啦。啊，若有利益的，来去执行。啊，当然，公务机关哈、哦，以人民最服务人民为第一个要务啦。阿伯啊，咱成立的各部门，哦，一定爱啊，人民有感呐、啊。咱刚刚讲，现在讲要人民有感，所以讲，咱在执政的时，拢为。啊，老百姓为咱啊后一代过较好，吼、哦，爱大家爱有这个观念哈、哦。啊，这咱就哈、哦、不得执行有啊，才有讲哈、哦。好啦，咱卖阁讲去啊，行业别啊，这就是讲啊，有诶公司啊做热天诶生意，啊，寒天要安怎？啊，寒天就较无生意啊！你热天趁钱，啊，寒天了钱，啊，就是讲安尼有诶，就是讲今年啊，用全年度来分摊，哦，为用一年诶来分摊。啊，即款慢慢啊，即个企业拢安那，啊，惊讲有诶企业讲啊，热天做冷气机，啊，寒天就做啥物？啊，暖炉。吼、哦，安尼就是讲伊个平衡，吼、哦，这玩是予大家，伊咧算成本，那无啥共款啦，吼、哦。
这个制度足重要。即马咱的会计原则内底有两个制度啦。第一就是现金收付制度，有的人要甲你花啊，要甲你变讲你唔捌会计啊，伊一部分用现金制度对伊有有利的，伊用现金制度来咧计数。对于啊，加息现金制度对不利啊，伊用啥？伊用清啊，款积发生来咧计数。啊，所以讲有个人无了解会计制度的人，我去要骗去啊！迄、那个报道，伊采用不同的制度来咧做凭证的时啊，啊，就会去骗去。啊，咱何顾问啊，啊，何瑞元先生，伊去报纸 copy 一张起来，加讲，安奈，迄、那个，这个要做算啊，伊讲啊，报纸安尼报道啊，叫我看有啥物意见无？哦，迄伊是要做。啊，卫生署吼，迄、那个叫做卫生署有啊，咱迄个叫做缴迄个健保费的问题吼，提我，我甲讲，有诶讲用现金，用啊现金收付咧处理啦，哦啊以前欠诶拢无准算啦，吼、哦、伊用现金啊。啊，收来现金，啊，这就是啥？我要讲，这就是讲，一般要甲大家讲，这是啊，伊诊所、诊所、诊所，大家知影嘛吼？便宜迄个啊，诊所吼，伊免做小铺嘛，伊今仔日人来看病。啊，一个人偌济啊，收收咧，啊，就好啊。啊，人送药啊来，啊，这个出纳就钱该付付的，安就清楚，拢无计数的问题。吼、哦，有啊，无欠账的问题。因为去看医生有咧欠账无？无嘛。啊，所以无欠账的问题，所以医生吼、哦、诊所会使用现金收付制度。啊，款积发生制度就是讲，因为现在的政府，那一定爱采用啊这个制度，因为叫 IFRS， 就是国际财务报道准则啦，吼、哦，所有的要做啊，政府机关那爱慢慢爱。列过这个制度落去，拢直直咧改，安尼才有较正确啦。啊，马英九欠什么健保费？伊讲这啊，迄、那个犯人拢判输啊，伊也唔认账，所以讲这唔是我的代志，台北市无要付，所以因有当时啊会用这个。款积啊，实在爱用这个款积法定的基础来处理，好、哦、啊。阿公，今麦过来介绍会计政策。咱台湾上早爱收过路费的是。都一条，收过路费的上早是都一条，西丽大桥嘛吼。啊，那是什么情形发生的？因为这叫做咱要介绍。
会计政策啊，较方便用这个例来讲，大家会清楚。咱迄阵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咱去予啊美军炸掉啊，啊个学做经济的发展，各种方面政府无迄个钱来铺这条桥啊，这条桥啊，足重要，所以迄阵啊，才去甲什么国家借钱啊？沙特阿拉伯嘛，吼，啊，这就是叫做会计政策。咱无钱啊，啊，这爱做啊，啊，就用啥？用这个方法，用基金的方法，啊，用政府啊。去到倒一个国家借这个钱，借来无要紧，啊，桥做好，过桥的人爱拿钱，啊，收钱，啊，行，啊，直直行到尾啊，写讲哎啊，这个袂歹哦，应该照这个规定扣到，这个钱行了的时候，就要安怎？免费啊，对不？我有诶讲啊，这未歹哦，这可直直收啦，甲人民收钱啦。啊，这就是啥？咱若咧讲吼，这就是我会使用这个政策，啊，都无钱啊，吼、哦。啊，最近我定咧报啊，高诶台南市长赖清德啦，啊，所以因为伊看到伊诶。发表到市长以后，伊讲淹空啊，这个地区拢会淹水啊。中央若无拨钱来做啊，伊要去借钱啦，借钱若要来做啦，要互解决淹空这个地区的淹水。我感觉讲足伟大，哎、欸、啊，一天。我为了做仁德上高速公路，哦，遐呢大兴土木，拖拉机足侪嘞，底下迄个咧挖土的啦，啊，咧要做啥？迄个大卡车底下咧搬运这个诶土堆，大兴土木底下，我才讲，这叫做啥？会计政策。地方无钱，政府也无要补助，啊，伊要借钱来挖，啊，伫遐咧做，伫仁德个，捌为仁德交流道爬起来，要去往南个高雄个，有这个有啊无啊？啊有吼、哦，举手一下好无？啊好好，多谢，遐有咧挖啊，无咧挖啊？有吼、哦？欸，我甲差不多啊吼，我定咧讲吼，伊啊即卖才挂一个啥呢？伊甲我讲啊，这唔是赖清德做诶啦，这阮是啊水利啊做啥？迄个水利署啊，啊迄个又做啊啥物啊啥物单位做诶啦？遐即卖创一个迄个布条啊，搭伫遐咧甲我讲啊，我卖阁讲啊啦，可能是安尼咧款。咱在上课，拢有讲这个问题，甲相关的问题哈。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个会计政策啦。吼、哦，啊，这是中央爱做的，啊，中央唔做，吼、哦，啊，互人在遐淹，老百姓在淹大水。啊，即马地方要做啊，哎，啊，即马讲，要做要好啊，啊。甲挂出来讲，这唔是赖清德的做的，吼、哦、啊！即马咧抢功劳啦，即马抢功劳啊，已经遐掉一个。然后为啊仁德上去吼、哦，啊伫漳州平要南下吼、哦，啊就看得到哈、哦。好来，咱即马来讲内部控制的意义。吼、哦，因为咱上课到9:20啦，嘿，9:20吼、哦，
咱即摆来过看啊，内部控制意义。内部控制是一种个管理个过程，吼、哦、啊，有即个管理个即个层级啊、阶层啊，来设计一套啊决策啊阶层个合成符合有即个啊目标个达成。这就是讲可靠的财务报道，有效率啊，那么啊有效率加有啊效果的营运，加相关法令的遵循，哦，这就是内部啊控制。内部控制重要不重要？足重要，吼、哦，因为你。每一个单位如果没有互相管制、哦啊、来做控制、哦、费用方面也是啊，舞弊如果发生都几个亿，我们较简单的啦、哦、那个梦想家两枚演出开多少钱？2亿3000万，这大家不知道吗？2亿3000万梦想家，所以黑白开嘛，到现在没事情呢，现在有事情还是没事情、啊、你看这没办法了、哦、我们这简单给知道内部控制设立的原则要有合法性和全面性、哦、和重要性和有效的原则和执行的原则和适应性的原则哦，爱有遮啦，啊个成本效益的原则，咱会去看到，一般会计公认原则，然后去讲到成本效益，哎，啊，这内部控制，然后去讲到成本效益。啊，我要提一个简单的啊管理的观念，给大家。一个公司，有诶讲啊，咱诶迄个做印刷部门爱用纸，安尼，莫咱我叫一个事务人员来管这个纸，吼、哦、纸张吼、哦、管这个纸张。诶、欸、啊，你有考虑着讲，你叫一个事务人员，你一个月爱付伊偌济钱无？伊呐，咱呐，假讲一个事务人员啊，一天哦，伊呐伫只工作啊，伊领啊做1000块，吼、哦，啊呐领1000块，咱迄个纸会浪费，啊，咱卖请人去管，遐纸摕伫只要印的人就去摕，无咧管纸的。伊个浪费一天，那是300块、400块，按爱请一个人来管纸下面，哎呀面，哎，原理是啥物原因？这就是咱即马在讨论的吼，先成本效益的观念，就是讲，你若是无，你请一个人员，那你都无超过1000块嘛吼。但是爱有一个，我爱有一个观念啦。咱讲是来纯粹有他这个要多个迄个变数啦哈，多个因素，请一个人，他有他的啊。要去养家，他又要缴税，吼、哦、啊！这伊，咱啊开1块，会创造
五块的迄个做效用出来了。啊，但是咱那纯粹讲成本效益吼，咱咧用成本效益观念咧比的话吼，咱都好浪费都好啊咧，浪费只啊了三四百块，啊你请一个人，你都爱了一千块，咱啊何必要去请一个人？这是一个观念的思考的问题啦，吼、哦、啊！当然，咱无考虑过其他的因素，哦，咱是纯粹的一个成本效益的原则，吼、哦，诶，观念来说明，吼、哦。啊，即马内部控制的方法都啥？啊，环节啊，划分好职责啊，那么分工。诶，这个环节，这一定爱哈，这一定爱。啊，一定爱分开啦，一定爱分开啊，管钱的啦，甲管小一定爱分开，吼、哦。啊，来，收款批准的环节，啊，这种，那讲咱啊，州内底吼有州长、副州长。啊，各迄个各乡镇的，会做领袖啦，哦，有各乡镇的要做，迄个组长拢有吼、哦。啊，州里拢由州长啊来处理，他州长会使授权来处理的吼、哦。啊，当然，咱即卖预算制度甲联邦政府无共款啊，咱。咱按照啊日本的官制，咱有一个预算局，预算局啊预算了后才交的予啊州里，吼、哦、这预算要予恁用，要予恁做，啊恁遐有啥物问题无？啊那有无啥物问题，就就安尼送到啊众议院啊参议院来审核。咱流亡政府是安怎？各单位编啊，啊各单位拢安怎？啊以前编的啊，大家拢公务人员拢无认真咧做，怎啊摕旧的来照抄啦？抄抄的搁送一年，家日期改改的啊，就搁送。啊用无了会安怎？到十二月遐，赶紧去安怎？乌白买啦，迄阵啊都乌白买啊啦。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快速系统的控制吼。即卖现在拢有软体啊啦，有诶讲早期吼、哦，电脑发电了后诶软体啊，发电了后吼、哦，有诶讲啊，读会计系下摆才无头路，是安怎无头路？啊，即卖都。啊，提软啊，伊都啊，即个吼，惊讲即个发票啊，扫描下去啊，他们自动跑一跑啊，他就跟你分好啊。到尾啊，因为美国啊安农事件发生了后，迄阵啊，美国啊有一个啊。法案认为公司那是漏税，老板爱判刑，哦，老板爱判刑。啊，那做假销，吼、哦，拢老板爱判刑。所以安尼时，整个迄个会读会计的人员。设一个空窗期，大家诶，公司机关，因为老板袂使抓迄关啊，啊，我来请有一个啊做内部控制的啊，读啊一定爱读会计系的人来做，哦，安尼，所以到尾也怎会计系的咧找无人，薪水都搁起起来，伫美国啊，这个现象，好、哦、啊，这就是。甲大家顺便补充讲，啊，会计系统的控制啊，
现在越来越简单了，阿爸都用电脑的了，技巧根本都是电脑，当然依照传票输入还是扫描，慢慢都在你进步去了。这内部报告通常都是在说内部那个管理人员的参考，或者让大家知道这考核如果是要有这些这些条件因时间上的问题我们来说内部控制的设施这都必须要机构必须要发挥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作用，发挥国家审计和部门审计机构这给大家知道就好了。好，过来，这也真重要。会计制度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因为内部控制是企业机关内部对其他财务营运上的智力的这样集合，个过程的设施间接的就是要做啥？会计政策落实，个效率的效果。主要会计制度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内部控制是一个监督的过程。监督啥物？监督卖财务报道的舞弊啦。这是高阶人员，咧骗一挂股东啦，吼。以这个报表做出来，我拢赚钱，实在都了钱，可能吼。这干呐，挪用或是侵占资产，这个资产现金乃是资产，这拢是一个上重要的所在啦，爱予大家知影吼。咱因为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会计制度的完善与否啦，将影响财务资讯报道有关品质的好坏，吼、哦、可靠与否会直接影响机关决策者的判断，甲这个误导对整体的政策的规定，计划甲这个发展影响足大。咱内部控制制度的好歹对整个迄个国家迄个财政经济的发展贡献、甲竞争力的提升，拢有足大的关系啦。咱即马要甲大家讲，就讲会计制度那是建立第一。贪污的机会就较啊，无可能。因为什么叫做会计制度建立？你要因为拢有这个程序啦，拢有这个顺序啦。假如讲要发包就好，发包的过程中间。一定要有会计人员参与，会计人员参与，伊迄阵啊要定这个要做啥？迄个标单的迄个指标的计数的时，会计人员都要事先要去外面去怎么样？去询价，去了解，来参与，再来。做决定，因为我捌去做总务主任啦，捌去做过，我才知影讲，原早开会大家讲咧，迄个开迄个叫做迄个算讲花苞会议大家来坐开，咱以前咧开会拢安啦，迄个签到簿底下啦，签到单底下，大家都签。开会完了，大家都回去啊！去参加这个有做啊花报会议，讲不是安尼开的呢。审计部那派人来，
啊，学校单位啊，咱也去，去啊会议，会议大家拢无要先签名啦。会议了，迄、那个结果写了后才安怎？啊，咱会议结束了，来啊，即马起来报告。啊，哪一个人讲什么话，这样对不对？啊，哪一个人讲什么话，这样讲讲讲。哦，结论是由主席裁决是这样，看大家对不？啊，那对，大家签名。所以有当时啊，叫我去做某一个项目，诶，咱就搁了解较侪。啊，无以前唔知啊，以前伫校拢唔知干哪啥，大家来签名来回家啊，不？迄、那个开会，大家拢先签名。哎、欸，去开款会议，讲无哦无哦，那有先签名诶。哎、欸，你会议结，迄、那个结论写好，啊，我的要求，我的条件爱甲记好，我唔知要签名。啊，摆迄拢是责任相关嘛。我安尼，大家甲大家讲，啊，摆咱的迄、那个要做行，咱的做决策人员，你来阿拜做咱民政府的官员，你要出去会议的时，你呐爱有这个观念伫咧，和大家讲会议唔是先签名，哦，啊，就准拄好呀，唔是哦，开会了后结论写出来，啊，看对唔对，那唔是你的意思，你讲啊，你也写唔对，佮加规矩啊，啊是佮改一下。安尼，大家清楚啊！吼，啊，今日就到这，感谢大家。啊，谢谢。加格勒，加勒，休困十分钟。